好好的一个孩子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阿姨，你别太着急了，医生不是说了吗，只要及时的治疗，彩玲是可以恢复的。我们现在应该找一家专业的医院帮彩玲治疗，关键是要隔绝她跟外界的联系。你说呢？只好这样了，我现在就去找。不行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闺女就真的成了精神病了，那这辈子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样子，彩玲啊，现在确实是一种精神上的疾病，你明白吗？那他说的不是那种医院吗？不是。可是事情太奇怪了，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债主跑到这儿来避债？他们是怎么知道彩玲住在这儿的？哎，会不会是黄家强又从中搞鬼？倒不像是他。叔叔，可能是我这边出了点状况，我拜托我个律师朋友去深圳调查一下彩玲公司的情况，是不是那边走漏风声了？你是故意的吧？妈，你别误会，小飞的那位朋友去深圳了解彩玲公司的情况，是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彩玲。了解什么呀？不就是欠债吗？连我都知道啊。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有这么复杂吗？阿姨，我是真心诚意想帮彩玲的，您千万别误会。小飞，你是真心也好，诚心也罢，反正这些债主是让你引来的吧？你这不是诚心要看妮儿的笑话吗？我家闺女是和小鹏好过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你至于的吗？记恨到今天呢？小飞根本就不会有这种想法，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这么责怪他。那些债主怎么解释？再说那个律师又是他的朋友。妈，小飞绝对不会有这种坏心的，现在不是咱们互相猜疑的时候，彩玲才是咱们的忠心。什么忠心呢？如果当初你不和彩玲分手，他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吗？阿姨的气呀、啊！老王啊，你看妮儿怎么了？啊！妮儿。做您的女儿啊！你在妈眼里永远都是优秀的。嗯，不是，优秀的女儿是不会骗妈妈的。我骗了你，我远嫁到香港。其实我是自己把自己卖给了黄家强。我跟您说，家强在澳洲没回来呢。其实我是不想你见到他。不提他，我们一定要跟他离婚。